广州的阿胡，你给我听好了，你真是太年轻了，你就等着吧。为了证明传武实战能力和太极拳的魅力，我会在擂台上把你给丢出擂台 KO 你，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传武。现在开始第一局，南方宋德才，红方阿胡，一个24岁，一个44岁，年龄相差4岁。南方啊，脚底下滑了。再找机会重击，对，真真假假，红方蓝方还是啊，走到过去这一轮猛攻啊，对。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回合1分50秒，红方选手阿虎 KO 获胜。各位拳友们大家好，本人王明，勇武严办，现年44岁，自幼习练传统武术以及武当爪哇太极拳。为了证明传统武术以及太极拳的实战能力，我曾通过自媒体平台多次向大家传武英雄、格斗狂人徐晓东发起挑战，但是时至今天，徐晓东也未有恢复和应战，所以说本人决定自即日起愿接受全国各地各门各派所有拳术40岁以上的拳友们的切磋比武，来证明传统武术的实战能力，希望呢能得到所有传武爱好者们的大力支持。网传大家传统武术的英雄格斗狂人徐晓东，还有玄武太古雷龙，你们一个个整天口口声声的打假传统武术，可是当我永不言败向你们发起挑战的时候，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捏了不敢应战，让我永不言败辛辛苦苦几十年
如一日练成的武功，却不能得到验证，到头来落了个故赌求败，而不是永不言败，太让我失望了。你们对得起你们的粉丝吗？拳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德才，河南人，曾经担任过商丘的武术协会会长，并且参加过前些年举办的武林风百姓擂台赛，并且在一分多钟内 KO 对手。我自幼习练少林长拳、武当赵宝太极拳及其他拳术。今天我通过这个视频平台正式向广州的阿虎发出挑战。阿虎，我知道你非常厉害，所以希望尽快的通过一场正规的武术赛事平台，让我们一决高低。阿虎，你敢应战吗？各位拳友们大家好，我是太极狂魔，我将会在10月19日广东江门市和散打搏击高手广州阿虎来一场传统武术与现代散打搏击的巅峰对决。我将会通过这场比赛让不看好传统武术的拳友们改变三观，从此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实战能力，弘扬国术。广州的阿虎，你给我听好了，你真是太年轻了，你就等着吧。为了证明传武实战能力和太极拳的魅力，我会在擂台上把你给丢出擂台 KO 你，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传武。请点赞订阅按小铃铛转发，跟更多的人一起分享哦，谢谢您，谢谢嘞。